他已经带着一个人闯荡北美金融市场十几年的经验，带着一个人领会了财富巨人巴菲特成功的精髓，带着一个人对众多在海内外辛勤奋斗华人的热情，隆重地走进了全球华文图书市场，并义无反顾地成为一本风行全球的畅销书。